诉我一下死活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他的人哪儿了？周迅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合作，儿时玩伴成了自己的仇家。然而呢，同时起到我不能老金不愁的那种狠是癫狂的，砸完了以后还有一瓶子。这次的动作戏也是挺刺激的，那天把黄渤在上面吊了一天，展馆上面追逐很高，离的地面大概有个五六十米吧，整个吊在外面，哇，很崩溃那场戏。然后挂在外面，我就想起了，哎呀，真的到了这个岁数还可以当一把成龙。周迅他的母性就像存在的一匹狼，母狼就是溺爱型的母爱的那种强大。碰到我儿子，我是真的会要见血的。因为我曾经差点被淹死过，那个是我深深的恐惧。我真坐不进去。但最后他还是自己下到下面去拍的。但他一步一步做到这样，非常极致。很出色的演员，碰撞有时候就可以比较极致一点，因为优秀的合作者会给你提供了创作的空间。李烈、黄迷，太拖沓了，狠一点。顾红失去女儿的绝望。我就要的对孩子的一种罪过。李苗苗是勒的那种，一开始用手保护了，窒息感没出来，后来真勒的。丽丽娜好多导演，导演的要求非常极致的，对于人物的程序不断的索要。我就能看到你肌肉的痉挛，但是不够，再狠一点。活生生的开着车直接就往上撞了。真的，你看有点透支。反正会爆脑血管的。但其实这些狠只是血肉而已，我们更希望在内心看这里的狠，所有的情绪碰撞。到了极致以后都是疯狂。